请看新兵进行曲。需要拢了解，有时也清醒，有时清采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。若歹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规工嫌车无够大，嫌厝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吃，嫌某伤歹看。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大厝歹拼扫，食甲伤好惊血压高，水无跟人走。人生短短，好亲像在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，其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。相信无人，无人比我较爱你。我爱你，爱你，不是不是一日也两日。站在他乡，只有忍耐，只有忍耐，梦会想你。哇，两位今天好春天的感觉哦！今天是母亲节吧？曾几何时，我也可以成为 K 歌王的一份子。可以啊。今天就完成你的愿望。我们这些妈妈都在组来对点点啊请，对对对，家人听到，家人笑，而且妈妈你刚才转音真的是一绝，真的。转音是非常要有 sense 的人才能转音的，有 sense。哪一串？你最后一句。哎呦，我真不敢相信，主持了100多集之后，你一开场讲出来的形容词，竟然抢了我的风采。今天叫我如何的访问下去呢？其实我也觉得宝妈今天穿的这个样子，哎呦，是很有 sense 的，好像一颗寿桃啊。演艺圈里面，阿庞是我的儿子其中之一，所以他才敢开我这个玩笑。哦，也对，也对，也对。宝妈真的是我们演艺圈大家的妈妈，没错，人真的是太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们请到傅凯，哎，其实呢，之前呢来参加我们的 K 歌王，很厉害，玩疯我，哎呦，人间凶器耶！今天我们请到傅凯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要让你们难看。尤其是刘湘楚，他上次玩疯你，今天到底傅凯可不可以再次的玩疯呢？没错，我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谁是 K 歌王。两队看提示 PK 猜歌名，抢答者需站在 K 歌舞台猜出歌名，并演唱该首歌曲，至少要唱对两句才可算过关哦。耶 ！K 歌王，我是 K 歌王。是的，在这个单元一开始，首先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湘池队，漂亮的湘池，迷人的宝妈，是哦是哦是哦，可爱的爱城，哇。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我们王子傅凯，以及我们的方飞林道远，以及帅哥姚元昊。各位 KTV 经典歌曲排行榜一直都是年轻人喜欢、长辈爱看的一个单元。现在我们现场有年轻人，也有长辈，不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对，长辈，长辈在哪里？对不对？对于长辈，我们要怎样？要敬老。对年轻人，我们要怎样？要尊贤。要等一下，如果长辈要答题的时候，你们完全就停顿。做完全停顿。他在跟你讲啊，道远。我听到，我听到，好，知道，知道。而且呢，平常我们是不会把一队全部都是男生的，但是今天新仇旧恨在这里。哎呦，傅凯来到这边，曾经逼急了我们湘池。
也弄垮了我们的爱城。没错，今天呢就让他在敌对国大魔王来跟你 PK。哎，他跑得真是快。哎呀，通常是腿短的人才跑得快，腿也没那么短嘛。宝妈，宝妈，宝妈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其实不敢来这边，他不是来打底，他是来逃避。健身的是吧？健身的。今天法布有没有帮你安排跟宝妈在一起？是是是，知道了。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来，第一组请就位。看一下第一题要出什么题目？加油！第一题的题目是 PK 舞台100公分障碍赛，许富凯 PK 刘湘慈，究竟谁能赢在起跑点旗开得胜？第一题的题目是。请退回来，他真的有看吗？来，请退回来，他老神在在耶。我跟你讲，傅凯不准回头看前面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甜蜜蜜。答对，好，怎么唱？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，春风里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见过你？我见过你的笑容，这样熟悉，好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你是输给田径队的。妈妈好久不见。妈妈，他没有跟你说那个母亲节快乐，虽然过了，补讲一下，不要生气。非常不孝顺的儿子，是。他以前只要爸妈过生日，他就在我旁边。这两年他红了，拿翘了，他忘了妈妈在哪里。哎呀，我变大了，他也忘了妈妈要过生日。那你知道？孝顺要怎么做才会让长辈开心？怎么做？就是认为，就是每次在游戏的时候，永远长辈都是第一名。是。哇，这个压力好大哦！好，加油了，好不好？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稍微跑快一点哦！加油，加油！哎呀！哦，这也，我也是。其实我觉得他让我。真的好，其实没有，我看他看了很久，他一直是这样。你开始催眠了。喂，宝妈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？掌声响起。哎呦，答对。宝妈，请问怎么唱？掌声响起来，我心。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要加油，来田浩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张学友吻别。 Yes， 哎呦，这首歌我会不会？你气到他了，我被蒙眼睛。哎，对，你被蒙眼睛。请问怎么唱？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
下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一切伤悲。元浩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张弛，加油啦！还真很长哎。对呀，你确定你有在跑步吗？你不是士官长吗？对，但是我知道为什么傅凯会赢，因为他有暗器。哎呀，没有，你顾忌是这一点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一起回来吧，给他一个台阶下。傅凯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？黄昏。哇，请问怎么？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发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。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温暖中有种冷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傅凯，恭喜你答对。这一题的题目是宝妈你操心操心太多了宝妈。你真孝顺，你道远。哎呦，让我唱一。哎呦，你这个新人很敢哦。不是，他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唱。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唱。道远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？江蕙的《花落离枝》。哎呦，是哟。这道远请问怎么唱？不是，道远，你前面这个表现不错，哎，大家期待后面的，那很有真实感呢。这个我要不是张雨生，你这样唱这个屁，你真的觉得太高吗？太高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还是我们下次再低一点。好，加油了，怎么唱？老师你故意哦，加油。好辛苦，假。不是，说真的，再一样。中风的感觉，表现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组已经就位啦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，这什么啊？哟，一句歌词沙发。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。成电影让人麻痹，好恐怖的歌，好恐怖的歌词哦。
我想到了啦，我想到了，我也想到，哎，我们临时想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呢，跟你不联系。你真的想到了？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？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知道下来。你真的想到了吗？他知道，来，我知道呢。这首歌的歌名是《王子的新衣》。哦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唱？算算算，沙发变成电椅，让人麻痹。对话的只有冷气，在为我叹息。如果王子的新衣在人群面前，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，会爱我。不爱我不必敷衍，冒着绝对的风险，是靠在我胸前，还是说再见？爱曾恭喜你答对了。这一题的题目是，真是要命的刘湘慈，他是你 K 歌王的克星呢，真的要命了。湘慈应该会唱的，来下来，这首歌的歌名是《一支小雨伞》。哎呦，太可惜了，湘慈，请问怎么唱？你教我，做阵也着一支小雨伞。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。这里是金门王吗？恭喜你答对。哦，这题的题目是，请问一下宝妈，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绝情雨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唱？答对，紧接下来这一题题目是，这个歌的歌名是王力宏的《不可能错过你》。请问怎么唱？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让我自在，忘掉要排队，空气湿哒哒，电也很坏呀。就是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阳光跟着洒下来，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。不可能错过你，错过你，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，我不期待，却偏要来。不可能错过你，爱情中叫人迫不及待，多么愉快，自由自在呀。
好，恭喜你答对。剃光头，剃光头，千万不要被剃光头。你要记得一句话，是有头发。紧接着下来，这题的题目是：主凯加油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小史，小史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跨出那一步？我有啊！刚刚是你换脚，快快！快快！所以我问题是在换脚吗？对，差一点。我可以，我们可以再跑一次吗？没事，我们再跑一次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，我们再跑一次。不要不要，我说现在再跑一次。下来哦，相思被玩疯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是的，傅凯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那英的出卖》。哦耶！哎呀，怎么唱？你的多情出卖，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灰烬。你的绝情出卖，所有。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Yes， 傅凯，恭喜你玩疯的答对。相持，请回去。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只剩下最后一个题目了。表示刘湘慈在这一次的 K 歌王被玩疯确定无误。Yes， 幸亏我们还有宝妈。最后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最后一题的题目就是。宝妈赢了啦！宝妈，这首歌歌名是《望春风》啊，应该。单模狼。哎呦！哎呦！答对。妈妈怎么唱？忙啊忙啊，等啊等，等我心内存你感，莫猜我莫猜我真假是等等。是 K 歌王呢，所有的题目现在都已经开出来了，在这边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一次的成绩，原号队总共答对七题，相持队总共答对是四题，非常的不错，原号队就是今天的 K 歌王，请退到前面来，这边首先呢，恭喜一下我们的原号，就是今天的 K 歌王啦。傅凯今天玩疯了我们的相识，是，今天心情怎么样啊？很嗨，相识的表现也非常棒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恭喜我们的袁浩队。最后呢，我们傅凯要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《天空跳红狼》。有没必要操烦，无心羡慕人的爱，爱恨温暖的世界。唯有真心来相等，等等等，等有一天我是所爱的人，让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拢会疼戆人，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。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特别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疼戆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疼痛，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最美的人。